接下来是这巴蜜斯调理棒，用它来做非常好吃但棘手的帕林贝及焦糖榛果酱。帮我们把它掰成小块。哇哦，很强哎，完全没有那种大颗粒，然后这个就是焦糖榛果酱，吃好香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实测它的十字刀口。我刚才安装那个刀头的时候，它是钝刀的设计，在拿的时候你也不用怕会伤到你的手。它圆形刀头，听说可以打发鲜奶油跟蛋白，还是好的。这设计超猛的，这样说是不是打很久没有？我大概打不到一分钟。接下来是这超级调理和 slice， 听说非常万用，你确定吗？哦。你要是你带个好做事好不好？它都没有补助到后面就好了，加入点坚果。完成，哇哦！觉得它最贴心的地方就还有一个分离构造，哦，哇，你拿上来，这样就不用怕有食物存在里面，深得浅小的欢心呐、啊。今天这样实测下来了，难怪哦，瑞士跟德国家庭必备啊，而且还是蓝带厨艺学院指定使用，将来除了擀面棍啊、煎汁啊，我也爱不释手的呢。你那么多资料干嘛？我需求很多哎，我是说料理部分啦。